幸福的家庭能够更好成就一个人的事业，有成功的事业做基础，也容易组建一个较为理想的家庭，构建一个完美的家庭，做一名贤内助，让男人有所作为，其实也是女性的一种事业。女性朋友不要在观念上放弃事业与家庭的双赢，你认为做不到，你真的做不到。正确处理好事业家庭的关系是一门技巧，只有真正掌握这种技巧的人才算真正明了生活的意义。现实生活中，有些男性或女性过分看重了事业的发展，而忽略了家庭的存在，把自己的家庭应当承担的责任义务推给了另一半。那么应该如何平衡呢？Paxi 师姐强力推荐大家来跟马来西亚著名成功企业家 Dato Tony Lui 学习如何经营家庭与事业的平衡点。马上点击链接报名女人成长营网络学习会，让你由内到外充满自信。我们网络学习会见。